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黑顿玛利亚顿。你有几多岁啊？19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喺香港做嘢。你喺香港做咗几多年啊？2年。照顾有几多人啊？4个人。有先生太太。细佬同小姐。细佬几多岁啊？14岁。小姐几多岁啊？17岁。咁你每日做啲乜嘢嘢啊？蒸公蒸屋企，俾先生同弟弟饮茶啦。哈哈。你系去街市买餸。我去街市买餸。咁你识得买啲乜嘢啊？买啲菜，买啲肉，买啲蛋。同埋啲生果。系，咁你有冇煮饭噶？有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煮就饭、烧菜、青衣，同埋煲汤。哦，咁你都识得煮喎、啊、吓、啊！你以前有冇喺第二啲国家做过啊？你有冇喺 Malaysia 或者新加坡嗰啲做过啊？有啊。我喺 Malaysia 做工。你喺 Malaysia 做咗几多年啊？4年。照顾有几多人啊？6个人。有先生、太太。太太同埋4个小朋友。哇，4个小朋友啊？系啊。4个小朋友几多岁啊？最大个12岁。系。11、9岁同埋8岁。哦，咁你有冇带啲小朋友翻学放学咁噶？有噶。都有嘅。Yeah. 嗯 ，OK， 好，唔该晒你，喺香港见。好啊。好，拜拜。Okay.